以后你管教冠军要有点耐心，千万不要动不动就动手。好，给你们专心听啊。有话我听到了。上个月公司跟您的个人理财报告。谢谢您，不好意思要麻烦你了。不客气，能够为张总经理服务是我的荣幸。对了，刘董事长的女儿刚刚才离开，刘小姐长得真漂亮。啊，你说慧君呢？是啊，听说之前刘小姐在美国念书，不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。已经回来好几天了，这次回来她就要定居了。他在美国那边的钱过一阵子会汇回来，到时候你再帮他做理财规划。谢谢张总给我们这个服务的机会。不客气。对了，慧君是来存钱吗？不是，他来领钱。领钱？是的，从他的账户汇出了300万。300万？是啊，而且这个账户之前只存钱，从不汇钱出去，因为金额有点大，主管还要我特别确认刘小姐的身份，才让她汇钱出去。我今天刚回来，这么多钱要给谁？请问你知道他
他把钱汇去哪里了？好像是一家旅行社。是不是明诚旅行社？啊，对对对。孩子怎么背后一片淤青呢？啊，那个应该是我打的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这么用力的打孩子。这，哎，文静，我就告诉你不要出手太重，不要打他，你怎么都听不进去？妈，我晓得我错了，我现在也很后悔，好不好？可是。我觉得武文静不可能用那么大的力气，冠军也不可能因为这样就突然昏倒，到现在还没醒。嗯，依我看，这孩子可能不只有这个问题。不然这样吧，我现在尽快帮你们安排住院检查，待会儿呢，我请护士送他去检查。谢谢医生，谢谢谢谢。
其实，7年前，我跟文龙分手那天开始，我跟他就注定这辈子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了。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再跟文龙见面。我知道，我这么做才不会拖累他，所以不。是不是还有其他资料需要证明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骗慧君去掏钱拿？总经理，你这么说是在侮辱我的人格。我侮辱你的人格？你老实说，是不是要慧君去偷叶红的印件，然后从他们的共同账户汇300万去明哲的金社？
最伟大的计谋，说的我都快流眼泪了。张明权，不要掩掩于人，宽以待己，在外人看起来，你同样是一个想得到刘家财产的丑小鸭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说我有目的，那么你呢？你处处针对我，你有什么目的？你不要做贼的喊抓贼啊！谁是贼，你不知道的。打从我进去这公司，你就想尽办法为难我，找我麻烦。我想跟你和平相处，你就是不肯接受。现在甚至还扯到慧君身上，因为你根本配不上慧君。歉了，我看这事
下次有这种情形，需要你直接找我商量。你知道我做事情不喜欢偷偷摸摸，不清不楚，知道了吗？我了解。叔叔，对不起，我下次绝对不会再这样。那好，这事到此为止。我问总经理，还要加班，你先送回旧部去。好，没问题。爸，我帮你泡的咖啡真热乎哦。我知道。我先走了。叔叔，总经理，我们先走了。阿姨，拜拜。这次真的麻烦你了，我要你先去向叔叔道歉，让他有心理准备，否则叔叔绝不可能接受这种事情。你真的是律师出身的，这么了解人心。以后你会不会用这种心理战术对付我？我对你用什么战术？但是这次你为了帮我，被叔叔责备，对不起。受委屈了，知道我受委屈就好了。以后你要对我更好啊！你跟我当孩子，永远是我心目中的第一，我会尽全力对你好。Hello， 你放心，爸爸会照顾你的猫。被爸发现就糟了。其实我在想，如果让叔叔早点知道这件事情，也许叔叔会允许我们赶快结婚。不行，现在不可以，因为爸跟阿姨对你的认识不够深，而且他们现在也还没认同你啊。如果让爸知道我怀孕了，这样对你不好了，不扣分哦。所以你以后要在工作上好好表现，让我爸知道你能力有多好，这样才可以告诉他我们的婚事啊。全听你的，我会认真努力，绝对不会让你没面子。没问题。我肚子好饿哦，我去吃东西。好。
现在果菜市场变化真的很大，过去我拍卖都写单子，现在都电脑化了，很多老朋友也离开了。那个地方我觉得熟悉，可是又觉得陌生。白哥，别想那么多，你那些老朋友应该不知道已经回来了，否则你得马上来找我。烧猪真的很香哎，来，哇，大哥，老弟呀，我现在很想吃你做的菜呀，可不可以麻烦你弄好了送到我朋友的酒店？好啊，你都已经开口了，当然要做到，对吧？地址给我。这个店名叫快乐天堂嘛，啊，快乐天堂，啊，那里我知道，等我一下。马上送过去，我等你啊。好，先这样。王先生打来了吗？大哥想吃我煮的料理，要我马上送过去，在家附近而已。哦，桌上那儿还有一些菜，你今天剩做的梅花烧猪才刚做好，待会儿切切端去给他们试吃吧。好啊，我去准备特别的盘子跟保鲜膜。好好好。上次我告诉过你，找你跟我们一起去员工旅游的事情，考虑的怎么样？哦，我在想，我妈应该不会答应，你们还是自己去吧。应该，这就表示你还没问过伯母，也许她会答应啊，还是要我去跟她商量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真的希望你先别拒绝。
Oh.